来吧，小光头，刚好这把打菜刀队啊，来个半肉木木试一下。这木木一的防太弱了，站点不打。别给偷能量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你过去不是找死？就有些人就要剑过去 A 几下。这边还有一个潘森点控，主要他菜刀对我们一物理减伤，试一下效果，再来个冰心，他待会直接 A 不动我，铁板鞋冰心。主要这种人死了之后，他还不愿意帮你开野。来呀，兄弟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搞啊！来个血怒，好吧。半路就带征服者的，对，半路木木伤害不低的，打这个菜刀队可以玩一下。再配搭配上我们的异物理减伤，来双铁板鞋。这边 A 都 A 不动我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有点像龙龟其实，但是没有像龙龟那么吃队友。这龙龟的话，你再顺，你队友不会玩，你也很难赢。好吧。再把来个土龙魂，好吧。土龙魂的话，感觉我的 E 就可以减30点物理伤害了，是减物理伤害30点。好吧。这里好像是在我们 F6 开的，打个桑兰去跟他打架，打个桑兰升一波桑，然后去他野区了。他 F6 开的话，他要是打狼刚好反他野，他是打红的话应该才两级。嘿，快回来。不是，这些人是傻逼是吗？嗯，怎么会绕一圈站你这边来等你呀、啊、我不是没可能看明白，我升三了。这不，这两个双排恶心人了吧。等他再追一下 ，Q 压个起身，有光盾在，再 Q 一下。我们去找点创死。要不要越？来和我玩吧。他应该是一个红 F6 红的路线，不是两个 F6 吧？而且是剑圣打我们的。感觉有点像剑圣打了我们的 F6。回家了，直接龙扎加蝎子，早点升六级了。主要这会打太久了，想事情得思考一下，有点宕机了。
简直要过来坐一下，蹲一下。我发五还有最后一点道歉。来和我玩吧。还好，他要晚一点来，我都杀不了他。这波红 buff 给他粘住了。双绷带打生不是很快的，下半区野好像又被他偷了，他应该是别帮他做眼，这下半区不要去了。来和我玩吧，对吧，三蓝还在，早就打完了，马上刷新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白眼配潘森，还有闪，你别跟他打了，他剩六了，你待会早死。我不可能一直在救你，给技能弹开，再 Q 一下。我跟他要走，他你干嘛卸给我呀？哎呀，打野赤河蟹经验很高的，我要早点升六级啊。那亏着兵过来打河蟹没什么必要啊。真可怜，我打完这个蟹升六还能抓上，何必呢？你这还要回头，先把铁板鞋买了，再来个戒指过渡一下。他刚才不打这个蟹，这剑姬我跟你们讲他死了，我一个大刀去抓上随便杀他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边的凯印好像要变蓝凯，变蓝凯我就随便打他了。就差了这个蟹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他们这个阵容肉就是 AP 啊，知道吧，不要看的是肉装。我漏点了好像，我怎么在草外蹲呢？给他点压力，这不，我来扛，直接大，先等他把 Q 交了，先 Q 一段，直接二定制，再一个 EA。两波线加一个车。第三波线进塔了，赶紧搞个蓝，有点缺蓝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凯隐一直在抓远程英雄啊，
他去 F6 了。打完这个先锋抓一波剑圣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有栅栏在拆塔很快的，他 W 可以炸到最后一个。我这上路真是个阿斗。压个起身死了，压个起身，直接大令子甩个意思。这木木打菜刀队很厉害的，不要瞧不起木木，特别是肉木木。我已经可以减十二点物理伤害了。直接丢个 W， 卡秒，不行。那我无敌了，这把。真可怜，让我抱抱你。我无敌了。冰甲日炎，再来个小面具。还是出红凯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他想越塔杀造塔轮，我看他这个站位，过来吃果子，刚打完，好像看到我了。往这边过来，你别乱动啊，我其实可以救你的，让他别动，他死了。来和我玩吧，等一下潘森过来。先 Q 一段，再打个 AE 守卫一下。你看他就明显的在瞧不起我，大定住，过来塞纳给个 W， 再 Q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回点血，剑圣要出来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等一下，他都 A 不动我，这一减物理伤害，铁板鞋再减普攻。好吧。这个冰心再减一下普攻伤害。这把他们不投降，我最少可以杀二十个，甚至这把可能一次都不会死。拉下来。我差个200，再刷个两组野。好像钱够了，回家冰心加小反甲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一个追着五个跑了。理论上菜刀肯定是龙龟更强，但是没有用，你赢不了。来和我玩吧。龙龟太笨了，而且你的队友可能会看到你死。
龙龟有点不好晕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冰心减十四，一减十九，这就减三十三了，还是。这女姐又让我掉了多少血？她不是减面板伤害，她是减实际造成的伤害。好吧。W 炸一下。W 呢？多救一下。站地雷里面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很好打我呢？啊？来和我玩吧。是不是这样子？红凯的红地吃多了，所以我捡了186的兵甲，可以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打我血都不掉哎。差一层女警，好吧。拉回去死了。你猜我怎么看得到你？我开了。这狙击 A 下我多少血？20滴血。去哪儿？他能爆我那下120，应该是打出海妖了。他没海妖，不可能打我120的。我这装备，他那下应该是打一个海妖出来了。这个宅总这把这么帮他一直想跟我抢经济。起来，对面菜刀队不好打，队友跟着混起来打不过，没啥效果这样的。好吧。嗯，不 Q 过来吗？来捅我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的被动有真伤在的。
一个剑圣被一个木木追着跑。我要装一波，让他落点大兵子，打个 A E Q A， 烧死你！哈哈哈，我还有一件没买出来呢，我还没出这个小面具呢，偷东西啊！等他把二开了，再 Q 留一下，再 E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走位，再 Q 一下，他闪现跑了。叫 W， 拿捏住了啊！直接等他 W 交了，再一个分带啊，直接收掉，完美的吧。挽回了21000，光荣下班。哎，战神的一天，今天5点开播了，我操！播了几分钟了？播了600分钟了是吧？差不多10个小时了。